年当然要穿得吉祥喜庆，红红火火。至于服装款式，传统的唐装或旗袍都是不错的选择。昨天就有一位泰国小美女穿旗袍贺岁，在社交媒体上一下子火了。话说这位小美女可不是一般人哦，她是泰国超人气萝莉，气质天使，混血歌手亚纳尼帕拉威维高 Jana Necker of a Vital。 亚纳尼2000年7月30日出生于德国施泰因布尔特，父亲是德国人，母亲是泰国人。亚纳尼从小在德国长大，2010年7月他随家人移居泰国。回到母亲故乡后，亚纳尼迅速开启了自己的演艺生涯，当年便签约了一家模特经纪公司。或许是天赋异禀，2011年亚纳尼便在儿童真人秀节目 Singing Kids Contest 中脱颖而出，夺得了第三名。2013年亚纳尼开通了自己的 YouTube 频道，并靠翻唱 Let Her Go 一炮而红，被誉为泰国冰雪精灵。2015年亚纳尼又翻唱了 See You Again， 借助速度与激情的热潮在全球圈粉百万。在很多人印象里，亚纳尼还是那个甜美可爱的小萝莉，是这个样子的，充满稚气的笑容，满是阳光和青草的气息。再长大一点，亚纳尼是这个样子，真可谓青春无敌，甜到忧伤。然而转眼之间，小女孩已经长大了，曾经的甜美可爱变成了性感妩媚，还未满18岁的少女穿上旗袍美丽绽放。随着亚纳尼的成长，粉丝们对她的感情也从喜爱变成了爱慕。很多网友认为她是当之无愧的东南亚国民女友，那么你觉得呢？喜欢当初那个清纯的小萝莉，